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莫涵。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地产模拟器的游戏实况啊。那么一上来我们就碰到一个支线任务。诡异的男人。这样。哇，这里个变态啊！天哪！哪里？你看，金力哥秋本哪里？啊，又是个支线任务，从第五次才正式开始。对。对他也是有羁绊的，好吧，完成了第48个支线故事，莫名其妙碰到一个支线故事。我看我们这个生计现在怎么样了？有两个发生问题，就不用管他了。我可以去买点那个风俗王这边的店铺，风俗王这边店铺可以买吗？多少钱？9000万。然后我就没钱了，只剩5000万了。这里还有支线任务吗？哦，解决一下小混混吧，就可能会拿到好东西，不管他拿啥东西。我正好练练手呢。这被打了之后，我们这个气势不会没有啊，可以攒很久的。哎，我看一下这个技能，我们强化了啥呀？火爆浪子，要强化火爆浪子需要200万、3000万，意志减少器，这个是什么？抵抗防御取消，在快攻中可以立即进行抵抗防御，3000万，刷掉它。我好久没升过技能了。这又可以解锁新技能了，去找那个，那个啥师傅来着的，啊，是码头那边的一个师傅。哎，他把我那个摩托车卡在后面，自行车，解决。哎，还没死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没叫醒吗？这一脚踹死。哎呦，才55万啊，都不够我升技能的啊！对啊，强生饮料，我们把这个糖果给存掉吧，过期便当给存掉，过期便当没用，吃了好像会减血，简直就是个怪物。那你还找我呀？对不对？那简直是怪物还找我呀？我们要买点胃药去刷那个 CP 点，其实很好刷，现在15点了。可以去搞点胃药，然后吃东西，然后刷 CP 点，把一家店给吃垮了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个啥。来来来来来，打打打打打打！不良少年，就一个人呀？啊，一坨这种。8亩啊！我一次，哇，1、2、3，这个手臂攻击很强啊！好了没有？身体还没好呀，差那么一丢丢。现在就靠这个火爆浪子是最强的打起来。
我们这一波刷完，其实可以去找那个。这波搞完，我们可以去弄一下那个东西，就是，学下技能。这边没有任务了吗？这边没有任务了吗？各种跑，现在，哎呀，死路。对，哎呦，棒球少年吗？我要摆个 pose， 走你！摩托车，3000万了，你别堵住我，能力强化，6000万，花了6000万在这上面。火爆浪子，我们现在唯一想刷掉的火爆浪子，好像是那个赌博王打完之后才会解锁所有技能。要什么打了吗？15点 CP 点，那我们只能靠买味药吃，然后吃个4点，吃个5点出来，然后可以去刷别的东西，就可以找那个东西刷了。我还有钱买味药吗？那个糖果是完全恢复体力啊。呀呀呀，我丢掉干嘛？丢掉干嘛？点错了。啊，多买点胃药，然后回去收拾一下。对吧，回去刷把钱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我们需要胃药。应该搞一个什么背包之类的东西，对吧，皮夹子啊，让我们多带点药。可以打包买药，应该玩起来有点尴尬，这药太少了。胃药实在太少了。吃东西真不方便。我们要先把这里有一家那个什么拉面店给吃掉。哎，这怎么有个人？看错了，利润好了，回来收一波。估计电脑王找上来了，还没嘛？要到90才找上来吗？你肯定要找上来打争夺赛，自然争夺，那你夺呗。你打不过我，长得那么傻，88了。大妈呢？哎，不大妈，这个是这个，这是 S， 哎，还 S 不了。凶，A 级，啊，这个已经好了。还有吗？这个，这个是要谁啊？都一样。凶，还找凶。B 级 ，S 级 ，S 级，好了，已经基本上都投资完了。肯定要找上来了，啊，来了，要干架去了。他在玩填字游戏吗？这个？还要接着打，打不过他。
打电动，我是电动吗？好的。电脑王是不是那个流氓啊？打完之后解锁流氓技能？也不是啊，快攻手。这时候我掏出枪，他们不就死了吗？对吧？打他们需要用武器吗？啊，不，打他们需要用拳头吗？不需要，完全不需要。拳头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啊，有武器，有枪不用，为什么要用拳头？又有头身，你来的正好，马上啊！对战，怎么样？打架？如果是这种，是。你很强哦，哦，真的很强吗？再强有子弹快吗？还叫人，你不是很强吗？确实打赢，就是不择手段。来吧，开始吧。所以我掏出了枪，啊，揍你！再来200次热血动作，一点 CP， 哦。我其实很好打的呀，自行车走。狂按圈，咚咚咚咚，哎，不是狂按圈。哎呀，跟我玩道具流。跟我玩道具流。道具流啊，我是最强的。哟，好的，解决。每次都用扇子，用钱扇子，压制完了。哎呀，我完全输了。哦，嗯，哦，哈哈，哦，对的。
好吧，下来打电动，然后又哦，不想跟你对战，什么都不赌，比赛就热不起来了。独等晚饭，你看瞬间洗白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哦，明电波也成为伙伴，哇，这么强啊！薪水有点低，40。啊，明电波也啊，他不是被明电波也是他助手。总会碰到的。先不要先信你，好吧。OK。哎，这谁啊？不明男子。快手风格已经解锁，强化封印角色，可以进一步强化角色。哇，这个还要刷呢。打倒电脑加一 CP， 我现在是多少？还差三点啊。我们可以做一个那个任务去了，我们先把那个吃了吧，最简单的一个，我们荞麦面给吃了。啊，荞麦面是在这边吧？因为不用进店铺啊，最简单。我的每次吃完都要出来，每次吃完都要出来。我把这个吃了，把汉堡给吃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用餐。食った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这里也是一下比较快，把几个快餐给吃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可以直接吃四个餐。哇，这个刷起来是很快。再来一次。接着吃。哎，我在干嘛？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用餐。称霸微笑汉堡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啊，去吃那个荞麦面又可以获得一点。我们要凑齐这个点数还是很难的，每次都要吃吃吃吃吃吃，很尴尬。有些店铺吃起来是特别烦，好像是这对面那家，富士荞麦面。四碗面一次，食ったな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接着用胃药。胃药是三瓶一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，再来一次可以称霸他们。然后还有一点的话，我们就
做任务吧。下次路过的时候再去买一个一样。最难刷的是酒吧，因为它要醒酒之后才能。称霸副食墙外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好，吃完了啊，我们先回去一次吧。我们可以收升级了吗？可以回收了啊。收一波升级。玩茶的任务应该是在这里触发的呀。哦，来了吗？触发任务了。晚景哦。国税局。哪里？什么鬼？别名玩吵了。我的特征是妹妹头。妹妹头。小心玩吵，这个任务终于出来了。有一家偷税漏税的公司嘛，要我们去查。我们是侦探事务所吗？这个游戏好像串台了，不是叫审判之眼吗？原来世家在这里就留了一个审判之眼的这个玩法。有的天，这化妆化的。哎，爹，跑！哎，怎么跑了？玩草啊，他就是这。真黑企划公司，这个名字就真的很黑，特别特别黑啊！好，太大声了，有没有？风口被毁消失。说到真黑企划的小辫子，五大富豪那些家伙对抗美国一定很辛苦啊，是啊，很难打。我们已经战胜两大富豪了，还剩三大富豪。帮忙吧，全力帮忙。怎么个搞法？这。我来了。性感的凝视他，做事要亲吻他。一个。这是什么鬼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太吓人了。这个人怎么关注我们了？
隔壁事务所的人嘛，哎，对呀、啊。我叫做真黑，我是做不动产的，我才是晚打招呼，这是很抱歉。爹，哪里？好吧。来吧，奉陪到底吧。我公司里的职员和秘书都出去了。滚烫烫对吧？什么鬼？滚烫烫是烧水吗？哎，哇哦！哦，厉害了。让我们开始搜查。哎，这里有录影带，感觉很可疑啊。有录影带柜存在本身就很可疑。哎，一座录影带是啥？哎，有道理啊。唠家常嘛，爹。好吧，吸引他注意力。好吧，那什么鬼？我在看你的服装，我很在意你的衣服啊，这个品味有点屎啊。80万，这颜色真的是。哦，时钟。社区啊，哦，想要东西这个嘛，好吧，想要东西嘛，家之类的，陆放机什么鬼？不动产啊，多少平？这个嘛，我这个还没找完，我的天，这个找的姿势。是啊，这已经找到了。好吧，真黑先生假装睡着要求握手看手相。我其实是会看手相。
对。真的吗？这个我真的会看吗？这根线很特殊，什么线？怎么了？真黑市长，这是你代理的账本。哦，这么贵。哇，太强了，吓尿了，这个是偷税漏税，吓尿了。我们这个是完成了吗？哼，哪里？收费？对呀、啊。好、哦，完成已成为伙伴。哦，然后呢？哦，问题探测器终于拿到了！我的天，终于拿到这玩意儿了！哦，然后就是那个蘑菇头嘛，另一个人嘛。哟，这么显然，我的天！小心玩茶，这后面这个人就是玩茶了。每个企业后面都会有一个玩茶。好了，那么这一集啊，我们先到这里了，也是把电脑王的这一片区域啊全接手了吧？是吧？我们看一下，电脑王店铺一览。没有接手吗？电脑王这边没接手吗？我看看，生计差一家那个哦，四家那家店，这家店还没收，这就很尴尬了。好吧，那么这集我们先到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啊，可以点个订阅号关注。我们下集的话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世家这家店给搞下来，肯定是要完成什么游戏任务才能收购这家店啊，这个就难度有点大了。如果收不了的话，我们就继续收这个风俗王那边那块区域的 DP 了啊。好吧，那么这期先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啊，记得留言评论点赞，拜拜。